心有一点灵性，规咱回庙这么清净，这拢是顺着先天的理，我爱实践出来的神，无形伊是正法的灵性，咱有这么清的本性，顺着现世的天。咱要有这么稳的灵魂，是咱顺到稳定这点灵气，这是咱回庙通天，顺着原来这么静的心，真理是天灵性，回报是通天神，有咱这么静的灵。真法是天灵的本性，爱咱回转这么稳的天命，是咱顺着元灵的天，照咱这么静的心，真理是天灵来，回庙是静如心，这点才是咱的天性。予咱转着顺家的心，上苍的灵气，对甲遮尼静的心，我有一条青天的灵气，顺着原来的心，照遮尼啊静的你，显露是元天神。转咱有无顺天灵，这点才是咱的灵性。回到母娘啊的清净，是咱顺家稳定的元神。你有这点青天的气，最主才是现世的心，这点灵元的本性。咱来落家现世神，是咱有稳遮尼啊静，是灵魂的灵性，嘛是咱回报遮尼啊静啊。真理是元天神，落伫顺母遮尼清，我有顺着灵魂的灵气。入伫心内，这条灵性，这是咱清的觉。灵魂伊只有兑现。我有今嘛落灵这条性，这个天意只有清净的法。灵源伊的灵性，爱咱看现顺无顺，是咱。有稳的天，咱再来讲顺家这么静的心。你有一条清净的天，咱再来讲顺家这么静的心啊。真法是灵天的心，转咱回庙，才是顺咱的心，予咱有这么稳的灵魂。你有这点清净的天性，我再来讲顺家落灵，真理是元天神，落来出家是清天的心，咱爱有顺母这么静，这是咱显落来的灵气，最主则是顺家的神。真灵是现世界，回庙则是心的在。你有一点青天的灵魂，这是咱主要的心。再来讲回庙这么静，上苍的本性，爱咱来讲出现世心。你有这么稳
的灵性，一点灵气才是天界。你有清净，才是自在。咱有一点正法的本性，这是咱取得先天的灵魂，嘛是咱落家现世境上苍的灵气，爱咱显明顺母的心。你有一点正法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家定心，无形的法性，咱爱顺家清净，有咱一点正法性，这是咱落家的天，嘛是咱做主这呢啊种的心，灵源是现世心，转咱有无这呢种，这是咱落家的灵气。你有一点清净的顺性，咱再来看现这呢稳的天性，是咱以正法的灵气。你爱讲顺家定咱的心，有咱道灵的天界。你爱转到清净的心，这是咱稳定的灵气，嘛是咱向着清净这呢稳的元神，无形的灵界。只有来讲通这呢顺的心，这点元素是灵气，显着清净的顺心。我爱有稳定这点价，是咱顺着母娘这呢种的心，灵源是天灵气，回庙是上天神。转咱清净，则是天界呀。是你走向先天的本性，母娘爱咱有这呢种的心，是咱灵魂的灵气，转咱清顺母啊的心，是咱有运显露定。你才有这呢啊顺的本性，拢是看现咱的灵性，是咱以正法的天性。咱再来讲顺家落灵，真理是咱落正，现咱转则是天性，顺着稳定的元神。咱有这点灵魂的灵气，再来讲定法先天的顺心，有咱母娘献证，对着顺家的天性，咱爱行正现世心，无形的灵气，咱现的只有讲顺灵的心。上苍的天界，咱爱有稳现在。上天伊的本性，爱咱行显灵的清净，是咱有发这点气，是你讲出清净的心，无形的天界，咱只有来讲回庙自在。合咱一条正天的本性，是你向家这呢种的心，咱才有顺母这呢种的心，灵源伊的灵气，是咱向着清净的心，这是咱灵魂的本性，嘛是咱对着清净的元神。拢是顺家的本性，
咱才有遮尔精的天意，真理是灵活个，回落清净顺天性，无形的本领，看咱顺家安静，是咱以正法这点灵气，要来讲着顺母通神。这是咱儒家的灵气，嘛是赐予咱各条灵的清醒。母娘爱咱每一条灵，拢会当行回咱这条灵性的。这是现代咱会当照母啊的圣意传灵，这点原性是咱集情中。献着母娘啊，伊的心，这点则是咱通灵的法，有这么稳的天命，咱再来讲顺家的心意啊。真理是天灵的原性，打通则是顺家本性，有咱这点。灵源的心，这是咱儒家的灵气，嘛是咱转着通天的清灵。真法是咱儒性，爱咱转是现世神，有咱主要的灵气，顺着通天的本性，咱照老母。这么啊静的心，是咱老灵清咱的心。我才有这么啊静的灵气，是你显明顺家的心。这是咱灵天的灵性，转咱有稳这尊心灵，显露是灵觉界。爱咱转着清净的本性，是你以这条原始的天性，咱有原天本性。再来讲这么啊静的天，是咱顺着灵源灵性恢复，才是天意。正法才是顺理，予咱有这点。灵光的灵性，伫咱找出现世的本性，你再来讲稳定这条灵，上苍有咱的灵气，恢复则是顺家的神。咱有老母啊，一条灵魂，转过着相通，这么稳。这是咱灵天的灵气，嘛是咱对着清净的心，灵源闹正灵气，爱咱儒家顺天神，是咱这点灵魂，转咱有定的灵气，顺着通天这么正的心，是咱有稳定。这个天界，现咱清净自在，原天是灵天神，转咱有母，这是灵性，现咱顺家，这是天神啊，灵源是灵天神，转咱无形正法界。回到清净顺无性，咱有这条清净的现世性，向着原来咱的表意，拢是通着清净这条灵归表啊，是咱现世的灵气。你直转起这条心，母啊，伊爱有稳这么清。随着原来咱的灵性，这世人咱的心啊，才有这么清灵。
因为我爱是咱的本性，无啊，伊要予咱清净的灵魂，咱咧咱才会当讲顺，真理则是灵气，向着顺家则是通神，拢是稳定现世的灵，这是母娘伊的本性。嘛是咱看现顺界原灵，真理是天灵来，回报是定心在。我爱一条青天的心，你有这么顺的本性，咱才看有这么真的原神，在咱回到这点灵气。你再来讲出家现世心，是咱儒家这条灵魂，嘛是你转到清净合无心，灵源伊的本性，爱咱见妙现前。我有一点顺母的灵性啊，这是清净的天。嘛是咱见母娘啊，这么顺的心，真觉是天灵的本性，爱咱转是现证，有咱儒家一点愧，咱来有这么啊种的心定落来，这是咱出现先天的本性，嘛是儒家稳定的原神。灵源本意静如心，转咱有无这么静，现咱一条青天的心，是咱主要的灵气，嘛是你对现清净的心，拢是顺界天性，金宝娘娘才这么稳定。我有这条青天的灵气，归着咱这么顺的心定落来。一世人，我爱是顺利，嘛是咱向着先天的神。你有这么精的发性，咱再来传出先天的本性，拢是顺无这条灵气。咱再来向着顺家的神，原始是现世命，转咱一点去通神，是你恢复先天的本性，一点灵光，一条灵气，咱只有看现顺家的神，真觉是天灵的本性。爱咱转来清净的原灵，顺着一点气静啊，上苍的灵气，是咱看现顺家的心。你有一点青天的法界，咱再来讲顺母神在，是咱一条清净的天。咱才有这么稳的灵魂，在咱回母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家通灵的性，这是无形的法界，嘛是咱行向清净自在。无形伊的灵魂，是咱恢复清家己的心。这点会当讲顺家的本性，加加咱这么稳的天神，灵源有这点气，咱来有向先天的神，是罗灵这个天界，咱渐引发这么精，拢是顺着这条灵气心引啊。先天的缘，我爱有这条的灵性，敢若亲像
印明先天这尊神降落来，拢是无形体，我才会当讲到通灵这个顺利，走向到现世咱落灵的心，直通这条灵性，咱才有金母娘娘伊的本性，到甲这么静的天。咱再来讲顺家安定的心，是原始的灵气，是咱向着清净的顺性。母娘啊，有这么稳的天界，是你恢复清净的本性。咱再来走向原始的天神，灵元的灵气。是咱向甲遮尔精的心，我有一条灵魂的灵性，转咱清入净，是咱顺着元天的真理，这是咱兑现遮尔清净的心，我才会当现落来顺母啊的灵魂，一点落家。会气转，我再来用着心传话，无形爱我这么清白，我再来讲着灵这么顺势，这个先天的真理，只有通我家己的心，向着这么静的母，这是咱通清净的元神进入着空顺母啊的灵。是我有这么稳的天界，无形规模实在，这是咱传法这么清净的心，灵源有咱现世情，看透这点元天神，拢是稳定一点价，有咱这条青天的精气，老母啊传咱。这么静的心，拢是稳定这个天界。咱再来回报顺天神，这点原始的灵性，再来讲顺家现前，真理是灵觉神，转咱有路现世行，上冲一条灵。恢复这么稳的灵气呀，这是咱顺家通天命，转咱有定元天神，你有一点正法的灵气，咱再来讲见妙顺家的心，灵元伊的灵性，转咱归元这么清净，上冲的本性。是咱道家现前，我有一点开落来的心，一点灵魂的天界，咱只有看到金母现在，真法是天灵气，回到清净顺天神，是咱顺母的灵魂转来清净。这么顺，现落是灵源的天，爱咱向着清净的心，归咱有法这么静，传咱顺家的本心。这点灵气，只有打通咱的心，向着这么稳的家。直通这么清净的心，是咱抓定家己这条本领，恢复咱的原形。伫咱会当讲的顺天理，向着清净咱的心去，这是咱传法这么明显，现咱清净则是天界，啊，有咱稳定。自在啊！
天元这点灵气，通着清净咱的心性，这个天法就用着上源头这条线，无形以爱咱为主，在世间咱只有通灵顺解心意，无形以爱咱定确确。今日我要讲的是顺这条线，入伫世间我为主。这是阿母啊，伊用我的教，敢若亲像我老灵，是老母啊，伊亲身的心更入来。安尼我才有这么稳固的灵性，产生着先天无缘，咱有。这点灵气是老母啊，伊的能量、能光、能力、能果，予我产生的。这是我用着清净我的本性，大安安呐，母啊这条精神出现呐，咱的性是咱用着清净的元灵，敢若亲像母牛降下咱的心。这是咱顺着灵魂这点灵气，心啊，也当照着先天的发达发音，咱才会当讲话，才有这个力量啊。是咱有这点灵气，咱伫出现母牛这个时阵，咱有这个真心，护法神呐，伊就会甲咱拥护。咱照着母牛出嫁，咱的心若无真心，这个法性就慢慢啊走去啊。发达回向就是安尼，修十世，佛法性拢予伊，但是伊皇帝予伊一个容易的时阵，伊的骄傲心出来有无？坐容易啊，皇帝予伊的单椅就丢了。这段意是足贵的啊，佫足价值的啊，所以讲伊骄傲心出来有无？佛法神就一直离开啊，到尾啊，完全这厝就找着伊啊有无？人民村有无？啊，就医袂好啊。是咱这条青天的灵性，个人的心境、心情，个人去体会咱的深浅。咱即嘛是人啊。但是会当演化，会当讲义，老母娘伊的真性啊。但是咱要有家己为主啊，你守会条母娘啊，这个真理的严明啊，这才是咱真正的严格啊。出神啊，咱这个重要的性质品质啊，你唔通讲啊，这个外表甲你放咧有无？予你有外表这个款有无？啊，你内底走去啊！咱要有这么稳固的灵性，今日外表只是暂时性的形体形象尔尔。最主要就是咱这条心，你也会当见性啊！是咱顺着现世的天，咱再来讲这么正的本性啊！是咱儒家的灵气，清净则是显明。落伫顺家的灵气，引着清净，咱的顺心。你有这么稳的法，再来演出这么正的心放出来。灵天伊只有顺母啊，这条灵气。今日咱要行正神，只有向天，不应该嘛？只有天公为准。先天来讲，只有正咱的心灵啊，真理是灵天来，道灵是现世性，拍开则是元神，是你一点。灵天的气，
我有这么顺阿母啊的心，拢是拍通原来这条灵魂，晴天有路是灵气，转咱归元才是顺性，得通这么正的本性。我有父母这点灵气，进入着通灵顺咱的心呢，是咱元天有路定，金母娘娘伊再来讲灵性，这点灵光，这条灵气，因着咱这么顺的心情，我有这条正天的灵魂，无形伊是定调调的。今日我讲的是先天的灵性，啊，要配合咱天的条件，条理，是咱有这点灵天的性，我爱有母娘啊，献的情，这是咱顺甲通灵，咱的心清甲阿母啊这条心内底啊，这则是咱儒家的灵气。你直上、直止、直通、直接，安尼咱再来讲通灵的现世，是咱今晚要照着母娘啊伊的教，现伫在世间，予咱有这个神的味。我爱有照着这点灵气，先天是无味无素，无形无体。只有这个气在烧团而已，自古都是气在团而已。咱所有讲的黄金老祖，伊的气送来元始天尊，元始天尊嘛是黄金老祖，元始天尊再来化东王木工，东王木工气再来显化和西王金庙，西王金庙女娲娘娘再用土做人。啊，才有这个气入伫咱即马这个土内底，所以讲咱有休拜六的土，有休礼拜日，这是咱要来讲到灵天的灵性。你再来讲归元，这么稳的天命，是咱直通这个先天的本性，要了解到神伊的主宰，世间。咱只有靠气咧喘气尔尔，这个天地嘛是靠气咧转尔尔，咧经呢，啊你才会当顺这个气流、气流意思，是咱要来讲到灵天的灵性，在世间咱的呼吸，这种气咧通啊，你的心在顺，神则带着。是咱这个身躯，你有这种感觉，咱的心呐、啊，伊是清澈的；这个心啊，伊是咧调理心的。是安尼，咱才会当来讲顺着天性，心明伊的顺灵啊，拢是现世的天性，一个人的个性，一个人的产生。你再来讲顺甲现的清，是咱今嘛这个人体，你得爱有这个经验过程，这是咱道灵的天界，救咱这粒心恢复清净的性，是咱现主时，咱得爱过关啊，袂当让这个关卡甲你卡咧，啊你袂了解通灵。这个灵魂的信号，嘛无法度大天大地，嘛无法度大只的神明来讲话，及演化这么神。这是咱随着通灵的天界，你学着清净这尊神，一个人修的境界，只有你的模样，只有你即卖传音。发射到咱的磁场，这个能量，伊的力量，这是咱爱修教有教，你的心
才会当开母娘啊，这条灵性献伫大自然，这个清净，拢是顺着通这么精的心，你才会当向天这么自在。因为咱头壳顶就是诸天啦，所以讲我爱是这么稳的天性，献着这么顺的天命。拢是直通现世的灵魂，咱才会当顺甲稳定的心。天元是灵天的地，度咱开灵，则是心正的心。是你这条清净的法性、法力的本心，咱有这么稳的天界，是你向着清净心自在。真理是天灵性，爱咱向这么明，这点灵性的天意，咱只有走向先天的顺心，有咱父母的灵气，走出先天这么正的心，是咱兑现的灵性。无形伊只有讲天界。顺着稳定自在，这点灵气，咱要用着清净的心体会，真源现来定落性，拍通顺母转落灵，佛祖转嫁一点气，顺着清净咱的灵性，恢复着顺嫁这条心。无形界是用心的净化，咱才会当看到原来这个无价，是咱这个德心，你才有无啊这么清净，护咱的心，最主的限定，这是咱灵天的本性，虚空产生大自然的本领。真理是天发心，走向清界顺天意，落灵顺母则是正。咱有随着通天的本性，再来讲显明这么稳的灵性。咱所有的五教，拢是亲像母娘啊，你讲的真心话，要导咱这条灵倒转来。恢复咱的本源，所以讲咱人有分五教，母娘啊，伊是受尽五教的，所以讲咱只有母啊这个信号，母啊这种教学，咱来学会成，就是亲像母娘啊这样，无分你我，徛起来咱上界温和这个顶端。在世间人，咱只有用心安尼体会，啊，你的心就会当圆满，甲母娘同圆，是咱即马要讲的天缘。我才有这么稳的灵性，敢若亲像金母落架伫咱即马这个气场的，这是咱的灵性，要来开咱个人的心。向着顺母这尊神，这间气自在，这是咱恢复清净的法界。你要发射母娘啊，伊这条灵气，母娘啊，伊才会当应咱的心，这个信号，予咱来遮传话。灵源是灵天的气，稳定是现世的心。是我有这么稳的灵气，母啊向到这么正的心出家，是咱随着通天的本性，老母啊转嫁这么正的本性，灵源是灵天的你，落灵则是母娘的气，我有这条清天的本性。这是咱真法
的灵性，嘛是你得通先天的本性，灵源伊的本意，咱只有传达先天的顺心，是我有这么稳的灵性，你再来讲顺家伊的清净。今仔咱只有母娘啊，住伫咱这个心内底。这个天界只有安尼来印证，先天老母这粒真正，伊予咱顺甲稳定这个原型，在世间咱讲出先天的母气，这才是顺甲咱的灵性。老母啊，这粒真正现在世通灵化用，上苍是灵天来。带有无形心路径，回咱一条青天的理，咱再来讲顺家有咱母娘的心。我有这条清净的气，我啊再来讲回着顺家的心，是咱有这点灵性。金母娘娘伊来讲着发生。我爱有这么稳的灵气，才来走向先天的本性，随着原来的灵性，咱再来讲顺母通神。你有显明这点教，真理才是天性，回咱母娘通灵，化用现世界的心。是我这点灵天的理，走向这么清净的心，这是咱老母伊的原型，出现这么稳的灵气，我再来向天来讲出着清净的心，在世我有这么稳的灵魂，敢若亲像现世界咱的心一家。传到你这么稳的本性，上苍伊的天界，爱予咱向着无形自在，真理是天灵气，现咱有定顺无顺，咱才有这么稳的灵性，是你这点青天的本性，慢慢来行，这么稳的天命。灵源的灵气，是咱向着清净的顺心。阿母啊，有这么稳的元神，再来讲到灵魂这点性，真法则是灵性，爱咱转到则是现神。我有一条青天的本性，带有咱开发正法的神。是咱得通现世的灵气，咱来走向清净的心。有咱这条灵天的元神，转咱落家安定的灵魂，是咱顺家的天理，嘛是咱显明顺母的神。你有这点灵源的天界，咱再来讲到。本源自在，现着清净的天性，咱只有看到稳定咱的真灵，无形伊的灵性，只有转咱通天的清净。阿母啊，有这么稳的灵气，咱只有来顺甲落心，是咱伊正法的天界。使咱显明自在，你有一条青天的真，咱才有这么顺的性。真理有咱落灵来，回咱母神会知呀。这是咱传着清净的天，嘛是咱走入无形界的神，上苍伊的灵性，爱予咱向着家己。即马我讲的，
是顺着母娘这条灵魂，伊入定中，予我的心顺伊的性。今仔咱拢讲甲心伊的正法，就是定心法，就是咱的禅定。这是咱儒家的灵气，咱心脑定起来，定落来，母娘就出现。你心若浮浮无定，鬼神就出现，你的幻想就出现，你要爱这种欲望就出现。是咱这个心嘛，咱家己爱抓会着啦。啊，无心，伊是曲曲状的，伊是乌白幻境的。这个天意，尤其是咱咧讲道理，入神一刹那，你会定法。这是修行人爱进入到这个虚空界啦，你才会当定会调啊。咱先天啊，迄点力就对了。有咱随着通灵的本性，世间你爱行的是真灵，这是咱恢复正当的正气、正神、正心啊，是咱今啊会正知觉。你才会当来讲到悟即尊神，倒当来回报这么清净的明白啊！在世间，咱只有通心，会当知影了解，你才有法度了脱啦。咱现主是的因果论，是咱要救家己爬起来，亲像老母啊，这么自在，这么天然。这才是咱的心归空归清净，到处拢是咱家己的心，会着这个神的灵驾，无形伊的天性啊！咱只有用着清净，咱的本领，咱人嘛，你才有这个声音，咱人这个心啊，你若清拍开，所有神啊，伊都会服你。伊就会甲你合作，伊就会当照着伊的圣意，拨予你现主时来伫遮演化讲道。这个电波就是安尼传的啦。所以讲，咱要了解这个磁场，铁塔家伊是聪明家，伊是咱即马讲知识分子啊。所以讲，伊要了解，就是咱即马这个磁场啊，这个电波啊，这个能波啊。但是你无安尼修炼过来，你根本就无这个信息。你只有了解心外口的这有形有色的，你切会出来，这形形色色尔尔，你会当知影是这尔尔。你无法度了解咱心内底这个温度，所以讲咱的潜藏是先天这个玄妙，所以讲。我要讲的是这么清楚，把咱的心走向先天，那个特质特别，这是咱这些人做不到的。我今天我做会当到位，刷了我会当甲讲开，这才是咱的清净的电波啦，嘛是咱来讲传道，真理的灵气，现咱顺甲这么静的心。有咱这条灵活的灵性，咱再来讲顺加安定，是咱这点灵天的本意。老母啊，来走向清家己的心，这是咱有稳这点性，嘛是带予咱原来这么清净。真理是灵天神，转咱有无？这么清，拢是母娘的灵气，带予咱清净的顺心，是咱以这条灵天的灵气转到这么清，咱的心打开，今咱的心无伫有限的内底，咱只有惊无限咱的边界，无限边界。所以讲，
咱是照这个道来传法，来讲到这个话，要有这个人来听话，这叫做教化、教育。是咱顺着这么稳的天界，无形伊予咱这么清净的心开出来，这是个人的因啊。你会当抓一条，你会安呐，慢慢啊安尼来放。但是放是顺时的啊，是照着咱的天性天意安尼来放的啊。所以讲是我安尼的顺性，今日我才会当来讲通灵现在，青天有宝有灵气，转咱一点清净的心。有咱这么稳的灵性，你才会当开源露定。无形伊是一点心啊，定安安啊。在世间，咱爱用着灵性转回咱的通心啊。这是在世间咱的职事，就是咱的任务、使命。使命你要寄伫咱现主持的生命内底啊。生命你要练成啊，咱倒转来这个天灵啊。所以讲，人性就是咱的生命。今日咱咧讲的天性，就是咱的宿性宿命。所以讲，我爱是先天的灵性，恢复原来咱的本性。宿性就是智慧。今日咱咧讲的人性，就是咱的智性。所以讲，我爱是这点灵性，我家己无有人性这么固执，因为这是咱的学问而已。你所有在外表上面的，今仔我有母娘啊，这个先天伊自然发生，因我的心回灵，讲到老母伊的心意。这才是咱修行者，你会当入境，你会当做神，这个工课。青天才是原性，爱咱行向，才是咱的本性。无，伊是这么清净，这么白。今日我爱是通我的心光闪闪，无形界就是你的明亮。你的光辉，你的灿烂，你的闪耀，这么光，你才有这种灵魂的能力，来讲出着原来这条灵性，顺着母娘啊，这么稳定。真理是天灵气，爱咱稳定是顺母性，一点灵光现会清。这是咱顺着灵天的本性，参咱这么正的天缘，灵天若无缘，爱咱转则是顺天意，行向正法这条灵性，予咱转到这么稳的天性，灵缘有无有灵性，转咱清入净，在世间。咱就会当用咱家己的心化开着这个心，伊的本意啊。今仔老母伊是要调整我个人的心，拍开着我心这个内容、这个内情，要让这个心知影。这是咱传话啊，嘛是咱的传音，嘛是咱的传法。嘛是咱咧传理，母娘啊，一直讲我的色心，用咱的知识谈空，一定要照一个身躯，照一个样，会讲话，安尼来表示，禽兽都要咱人讲话才会当这么顺利呢。所以讲母娘啊，找我来做主，来讲出着母娘这个重要的。话语，安尼我再来讲着通灵，活用在世，我这个身躯，
会当行正法这条灵性。世间就是讲，你有受到教育，真正严格教育，你出来神呐、啊，这种价无同。今日咱只有咧讲这个价尔尔，价就是咱的等级，你的级数，你的等一等二等，这个等位。所以今日咱要用到上品的价，中品的价。下品的价，下品的价，在这个修持中，大家共同来互相来小看，互相来小看，互相来小敬，安尼才会当行到上界圆满的。这个无价的现世界，是咱即马要离开着，咱即马这个文字，伊所有的标本。是我要用到这个神来代表着我即马出家这个性，是咱要归元灵天的心，这个元素的家，我要用到心的高原，我再来讲通灵这条灵性，咱只有灵性，这个果的形式，安尼我再来讲通天。这样的稳定的无形，因为这是原来的天性，这粒果已经成形，已经产生了。我一定要找到原来那个样，这是咱无形的灵性，要寄入来咱的脑神，这么清明，拢是原始的天意。神再来讲，道家顺心。有咱罗宁现世观，转咱清这么清，是咱顺着灵界这点气，转着母娘这么顺的心性。好啊！
嘞嘞哦啊咿耶嘞嘞哦耶嘞哦耶嘞哦嗨啦哦耶哦啊咿呀啦啊哦耶耶啊啊耶哦耶嘞嘿哦耶嘞嘿嘞嘞嘞哦啊咿耶嘞哦啊咿耶嘞耶耶耶耶哦耶嘞嘞哦耶哦耶哦啊哦啊咿耶嘞哦咿耶嘞嘿啊耶哎呀哦哎呀哦哎耶嘞呀哦耶嘞哦耶嘿哦哎耶嘞嘿嘞嘿哦哎呀哎呀哦耶呀哎呀哦耶嘞哦哎呀哦哎耶嘞咯哎耶嘞嘞呀哦哦耶嘞嘿哦耶嘞嘞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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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哦哎呀哦哎耶嘞嘞哦哎耶嘞嘞呵哎耶嘞嘞呵哦耶嘞哦哎呀啦啊啊啊哦哎哦耶嘞哎呀哦耶嘞哦耶嘞嘞呀哎哦耶嘞哦耶嘞嘞哦哎耶嘞咯哦哎耶嘞哎呀耶哦耶嘞呀耶。Yeah.